是不求乐昌圆破镜，只凭云梦哭黄陵志。又似断呢蓬树，惨淡更如无家犬，哭似日山难磨，映夜珠。红线第八家施主又来呀！施主又来呀！
请问师傅你贵姓啊？贫道俗身姓甚，法号慧清啊。你叫做慧清啊？是。飘啊渺间啊，往事如梦，情难应。百劫重啊逢，佢怨何卖旧声啊？偷偷相思佢未偷，真情令我惊。崇祯的惨事，若果佢喊亲咧，不问而知就佢是公主啦。好，等我试下佢至得。哎呀，咁嚟到嘅呢？令台来
吹蜡烛也无人奉敬啊！哎呀，师傅，乜你喊啊？唔通你就系公主？施主，你错，皇帝系为我哋而死嘅。试问我哋又点可以唔喊呢？情。
未兴啊，向官入马学入马读雕里乱影，盼为我显灵啊声啊，师父。观音菩萨是不是很靓的？是啊，观音菩萨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，若果我能够与公主团圆的，我真的答谢神恩啊。哎，
你太不近人情。我话你知不近人情，盼狂生啊，你从不分文凭，归去归去，我一片好心。梦觉繁荣，鸳鸯劫不用泪同情，灵儿审讯博后平，我灵儿以神一讯不对玉泪再求情。哎呀，驸马爷，驸马爷，公子你肯应我了咩？
虽生人世上，但鬼落都已登命。公主，你何苦挑动我破碎情怀，致令我沉沦？修仲可成仙佛，可怜先帝同官尚未入座皇陵啊！红鱼只可敲出断肠音，难把破碎山河重修正。你想下啦，系噃？